好，我来测试一下生活中有一些喷雾剂，然后芳香剂，像这个碧丽珠，这是清洁家居，它其实也会有产生一些味道，而且不好闻，所以我现在来测试一下。那现在我的这个 Dyson Pure Cool，它的荧幕的面板上面显示是正常的，那一些指数也都是显示是好的。那我现在就在它旁边，然后喷一些来试看看，哦，然后你看它。对空气品质的侦测，好，就这样喷了一些，然后你可以看它对空气品质的侦测，马上指数就往上了，可以看，马上就变差了。那我们看它搭多久会降下来？很迅速的就开始往下降，这是喷的这一罐碧丽珠，旁边再摆一下。现在的风速还是强的，它会持续的去侦测附近的一些脏空气啊、甲醛、甲烷呐、啊，然后一氧化碳呐、啊，然后持续的侦测，直到附近的空气都变干净。那我现在在我坐在。这台相机的后面，我目前已经闻起来已经没有味道了。再看一下它其他的指数，好，PM 2.5也往下降了，然后 PM 10。这些空气的温度、湿度，然后这是耗材。好，指数大部分都恢复正常。OK，这是针对这个清洁剂，这是碧丽珠的测试。那等一下我再做其他的测试。好，这个是家里的，应该会蛮常见的趣味大师。好，那我就来试看看这个趣味大师，这是常用的那种芳香剂，通常都用来喷厕所啦、鞋柜啦，好，来喷一下。好，马上变脏了，指数马上飙上来。它现在很快速的在清净中，那你可以看到它这个指数不断的往下跑，不断的往下跑。
我现在再喷一点，让画面看起来更清楚一点。整个 PM 10的指数非常高，不过因为我是喷在它周围，所以它清的会非常快。你可以看到它指数不断的往下探。这段影片目前录到现在已经六分钟，我喷了第一次喷了碧丽珠，第二次喷了这个趣味大师还喷了两次。那也就是说，它大概实际上在一个密闭空间可以，大概喷这样的量，大概不用一分钟就可以把 PM 2.5 啦、一些甲醇啦，把它清到一些。清到几乎没有味道。好，现在已经几乎恢复正常了。再看一下它其他指数。PM 2.5 也正常了 ，PM 10也正常了，然后这个是酒精、二氧化硫、湿度，因为这台不是除湿机，所以它只能侦测它的温度跟湿度，然后耗材。好 ，OK， 这是刚刚针对这两罐家里的清洁蜡跟趣味大师芳香剂的做了测试。好 ，OK， 谢谢大家。